山东小葛是祖传的手艺吗？怎么看着不像吗？像不像？不是好看的。哎，叔爷，咱来一份尝尝呗。你这祖传的手艺多少年了？你吃个饭怎么这么多话？爱吃不吃，不吃就走。哎，要就在这儿吧，我都快饿不行了。听我的，换一下。 叔爹，啊，你那是什么味啊？你怎么就不饿呢？再忍一忍，好饭不怕晚。<笑>哎，这家有点意思啊。你好，有人在吗？哎，来了。哎，两位先生吃小葛吗？啊。这家店怎么样？行啊。给我来10个小葛。 您要是现在吃的话，可能得稍微等一会儿。不是吃个小葛，为什么还要等啊？嗨，我一句两句跟您说不清楚，要不然您里边坐一会儿。好。 都吃完了，你一会儿不是还要吃大餐吗？这个可比大餐好吃100倍。姑娘，哎，再帮我来一份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早就料到了，二位啊，肯定是不够，早备好了。老板，可以呀，你们家这个味道好，服务也好，我给你5星好评。老板，你们家的小葛真的非常正宗啊。 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哎，老板怎么称呼啊？哦，我姓柏，白水塘。哦，柏老板，幸会。<笑>来，坐坐坐。好好好。这位小姑娘是？哦，这是我女儿，柏林，现在啊备战高考呢。哦，柏林，这名字好听啊，柏林，柏林鸟。希望你能早日飞出我们这座山区，去实现你的梦想，祝你成功。好，谢谢叔叔。<笑> 白老板，咱们这事儿怎么着啊？这是干嘛？干什么你？哦，客人，有客人是吧？兄弟们，警察！哎，等会儿。两位，不好意思。 今天家里有点私事儿，要不咱们改日？没事吧？哎，没事没事啊。小妹妹，复习呢，除数是整数。哎，还给我！干什么你？白老板，咱们这事儿啊，你也别拖了，拖时间长对你没好处，对我呢？
白老板，上面压的也紧，我也没办法。就这么走了？同时现场对你们好，不走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先观察一下，明天，最晚明天，好吧？走。这两个人下午来工厂就鬼鬼祟祟的，跟着他们。 书记，那个保安明显就是去欺负人的，我们不管。当然要管，不过我们要先把工厂的事情查清楚了，要分个轻重缓急。哦，对了，在工厂那会儿啊，电话是嫂子打来的，你可千万别忘了回来。我一会儿就回。下午在工厂就看见你们鬼鬼祟祟的。 刚才在店里，我看见你了。你们是哪路神仙？我跟你们讲，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冲动是要付出代价，不过付出代价的是你们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谁跟我有关系吗？兄弟们，六哥在家还等着咱们呢，赶紧上！松手！动！大老板，白水堂。 没想把你们怎么样，但事情闹成这样，鹏哥很不开心。兄弟们，弄吧！兄弟们，我提醒你们一句，你们这是在犯法。哼，法律，法是什么？我只知道在这儿，我鹏哥就是法律。上，我怕你啊！ 不用追了。感谢两位兄弟出手相助，你们是？盛和县公安局特警第一大队民警苏晓、葛宏伟，奉公安局长命令保护廖书记安全。我们出手晚了，让书记陷入了危险，请求廖书记处分。书记。 跟上来没有？看样子是没跟上来。安全了。这帮人手太狠。刘哥，对不起，刘哥，给你丢人了。刘哥，再给个带罪立功的机会。白水堂交了东西没有？没。 只顾着追那两个有嫌疑的人了，废物！不是，六哥教训的是。白老板就不要送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哎，我没事儿。哎，你们要赶紧回去吧。书记，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们应该继续保护您的安全。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？已经很晚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啊！记住，以后也不要再跟着我了，走吧。 那好吧，书记，那您注意安全。去吧。
白老板，今天谢谢你了。哎呦，书记，让你受惊了。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到县委来找我。哎，好，谢谢书记，谢谢书记啊。明宇啊，旅馆找好了吗？啊，找好了，就在附近。哎呀，书记，您忘了件事啊？怎么了？一惊一乍。嫂子。哎呦，坏了坏了，要挨骂了。哎呀，太晚了，算了算了，你嫂子和丫头啊，肯定睡了，明天再打吧。工厂没保安吗？别吃了，停！哎，各位乡邻啊，父老乡亲们，郑和小葛，中华名吃，我童家小葛十代祖传，现在又有牌匾作证，又刚刚被镇政府批准为黔东小葛的传人。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啊，我同六一定将咱们黔东小葛向全国推广，走向世界。好。都瞪大眼睛瞧瞧啊，这可是当年乾隆爷给我祖上的亲赐啊。这上面有四个大字，我给大家伙念念啊。免为天宝，哎，下边落款赐，资，这里边年岁长了，磨损了啊，但年代有啊，乾隆五年，哎，怎么样，都看见了吧？这上面还盖着乾隆爷的大印呢啊！哎，这个大家要拍的赶紧拍啊！这可是我童家的传家宝，过了今天我可就收起来了。童亮，我打死你童亮！起来，把你带来。上啊上啊！喂，上啊上啊！哎，拦着呀干嘛？喂，哎，白老板，白日堂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就算是你嫉妒我，也不能置我于死地啊！童亮，你欺人太甚了。这牌匾明明就是我们家的。哎呀，这倒是奇怪了，这明明是我家的牌匾，在我田地里发现。你胡说，这是我们家老祖宗陪葬用的，竟然敢卖我们家祖辈名，我还是便宜了我。哎，你这是疯了啊！你就算是血口喷人，也不能拿你家祖坟开玩笑啊！欺人太甚了你。再说了，我这还有罗镇长给我颁发的认证呢，看见没有？啊，看看。哎，俗话说得好吧，有能者居之。咱们黔东除了我同六，谁还敢拿这个称号？啊，谁敢？啊呸！整个黔东镇，谁不知道你同六家做的小葛最不正宗、最难吃了？那姓罗的肯定收你们家黑田了。你们呀，就是官场勾结。白水堂，你竟然敢污蔑咱们黔东的父母官！你这话敢不敢当着罗镇长再说一遍？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守着谁我也敢说，我白水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敢跟我去镇政府吗？走，走。书记，这事儿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？糊不糊涂啊？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走。别吵了，说说看，你们两个带这么多人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他盗我们家墓，你放你盗墓？盗墓你们去派出所呀？来我这干嘛？这都是你勾。